马叔和月月玩的这个游戏太好玩了。爷爷，你在看什么呀？你们这个游戏太好玩了。原来是影子模仿游戏。爷爷，你喜欢这个呀？哦，太可爱了。要不我带你体验一下吧。真的吗，月？当然了，看好了，翻泥翻泥哟。嘿，这是哪里呀？这里就是我们玩游戏的地方了。爷爷，你准备好玩影子模仿游戏了吗？太棒了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，翻泥 go。模仿游戏太好玩了，yeah, 以后还有好玩的记得叫上我哦。没问题，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。
拜拜。Funny, funny, funny, 玩具盒里好多。